本期话题：缺少多巴胺的症状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多巴胺呢，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代谢性物质，它呢是叫在神经系统上，我们讲神经递质。我们讲它在分在人体的两大系统，因为大脑啊一个血脑屏障，我们讲在大脑内呢多巴胺它作用和大脑外多巴胺的作用不完全一样。那么多巴胺在大脑里面呢，我们讲它主要神经细胞分泌，那么有些比如说有些神经细胞发生病变了，那么我们就会讲尤其是多巴胺神经元那么分泌少了，我们就会出现抑郁啊、痴呆啊、智力下降啊、反应迟钝啊。如果还有就是专门有一种多巴胺神经元，比如说黑色多巴胺神经元，它分泌的多巴胺不够，比如说我们讲帕金森病就是典型的，它多巴胺的分泌不够，那或者这种神经元不够了，神经元减少了，它多巴胺，所以我们讲叫这种呢，我们叫典型的叫帕金森病。还有呢，当然其他是抑郁啊，或者是情绪低落啦，或者精力不够啦，休息不够，也会说多巴胺减少。